各位自己友大家好，今天继续有我 Chloe 朱子瑶，跟住有我哋嘅罗伦斯喺度，喺度，同埋史哥。今日我哋嘅嘉宾啊，何允轩。好耐冇见啦，全部都系老朋友啊。系啊，我哋啱啱讲起咧，原来咧你系前辈啊，前辈系啊，前辈啊，前辈你好。因为原来你系早过我成五年入行噶。系啊。系咩？冇啲咁嘅事。系咩？系咩？因为嗰阵时咧，我仲记得我哋成日都喺啲活动啊、宣传啊，成日都会见到啦。咁所以今次请到你嚟咧，我觉得有一种亲切感嘅。因为好多时咧，我请啲嘉宾上嚟咧，可能大家又唔系咁熟啦，唔识噶系嘛？即系识嘅，即系识咯，就系识咯。咁但系唔知啊，我觉得。見住咁多年嚟，成日都見到嘅朋友，雖然話我哋未必話，我哋會約出嚟玩啊。有幾多年咧？我哋識咗，有冇計過？其實我一入行就識你啦，你前輩嚟噶嘛？未入行已經識你啦。係啦，誇張。咁所以你諗下都成十幾年咯。係。係啊。誇張喎呢件事。嗰個熟悉感咯，係啊。咁跟住我仲記得前排就係你message 咗啦，就因為你參加個比賽啊，跟住就希望啲朋友支持下。咁我話：好好好，即刻。投票咁样，系啊，咁我哋就间唔中都有喺 WhatsApp 嗰度沟通下嘅，系啊，咁我哋讲下嗰阵时，你系点样入行啊？我点样入行？其实我嘅入行史系好长嘅，因为咧要从五岁开始讲起。系啦，原来五岁就已经入行啦。未五岁系未入行嘅，五岁嗰阵时咧系因为同 Leon 啊黎明，咁就去上咗欢乐今宵，咁就做。咗去嗰个节目嘅表演嘉宾咁样，咁就唱咗对不起爱你咁样一齐咁样，咁然之后就佢就带咗我去唔同嘅地方登台啦。哇，好正啊！咁就嗰时五岁咁样咯，其实我冇乜记忆噶啦，不过其实你系都记得睇翻啲带咯。哦，即系睇翻嗰时诶未有咁先进有 digital 嘅，就系嗰啲录影带咁样，咁样睇翻，咁然之后就系啦，咁然之后就记得翻啦，咁同埋即系嗰阵时就去唔同地方登台讲到，咁就认识咗个经理人，咁然之后九岁到咧就正式就签约唱片公司，哇，九岁就入行啦，九岁嗰阵时嗰个年代咧，其实仲未。即系仲系系 cassette 带加 CD 同步上市嘅年代嚟嘅，我已经有 CD 啦，有 CD 啱啱开始有 CD， 但系佢系 cassette 带加 CD 嘅年代，即系我入录音室录都仲未系 digital 嚟嘅，即系仲要系嗰啲卷嗰啲。你竟然经历到呢一个年代啊！系啊，真系前辈嚟噶，前辈嚟噶，卷咁样。咁就嗰阵时就入咗行嘅，即系唱片公司啦，咁就。又出自己歌啊，嗰啲成咁就有九岁已经有自己歌啦。系啊系啊，嗰阵时就已经第一只歌就已经系雷仲德林夕噶啦。哇，系啊，我都觉得好系幸运嗰阵时。系啊，而家揾唔到佢放咗，揾到嘅。大个咗又同即系又同阿妈有联络，咁佢又大个又帮我写翻只歌嘅，但系只嘢就未揾到。系啊系啊，咁所以就咁嗰阵时除咗唱歌都有参与好多唔同嘅即系拍剧啊、电影啊、广告啊、舞台剧啊都有。涉獵過啦，真係童星嚟嘅喎嗰陣時，係啊，真係嗰陣時細個多嘢撈過而家好多。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年代就是不一樣，即係嗰個年代就係會多啲工作啊，多啲嘢。而家我哋咧就即係可能因為入行嘅人好多，你見而家新嘅人啦，即係我哋呢啲嚇老一輩嘅。你記得以前咧有本細細本嗰啲。雜誌叫咩？金電視啊，定係咩啊？哇！好哇！嗰啲我都有上過。唔係嗰年代，我有印象金電視。金電視好。細細個唔記得咗係咪叫金電視？暴露年齡系列。啲叫咩名？好似係叫金電視，但係唔記得咗。好多種㗎，有唔知乜電視、乜電視㗎。係啊係啊，嗰啲我都有上過。銀電視，好似銀電視啊，即係有印過你嗰首歌嘅歌詞喺入邊咁嗰啲，即係以前係興嗰啲嘅，而家係冇曬啦，真係。冇啦，以前我仲記得都。
都已經算是以前的了對我來說、啊、那個時候是有那本 Yes 那本書嘛、yes. 然後間不中我們又會有些東西在裡面宣傳一下、yes. 好像 Yes 有 Yes 卡還有現在還有 還有的又或者很久之前是有雜誌都還有的現在還在這裡還有嗎現在 Yes 有雜誌我們叫 Out 看看那些東西 run 多久才能夠哦Interesting， 系啦，好多集体嘅回忆啊。系啊，好呢、這个时候我哋送一首合唱歌俾大家。咁突然嘅，系好呢个时候。呢个时候我哋送一首合唱歌俾大家。伤我最深的人，偏得我心。应该漠不关心，然而还着紧。当谂紧他人，想起跟你热吻。爱过太深，原来身体。再没法可适应别人，倦醉掉了，能容许你怜悯。早知不应是爱，未放开，便自爱。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，感慨避开，一个小小意外，未悔恨我未会知，不散不爱，心未放开。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，爱满分竟是换来，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。是最重要牺牲，皮肤有你的指纹，刻得太深。应该漠不关心，然而还着紧。当谂紧他人，想起跟你热吻。在身体会疑问，再没法可适应别人，原罪掉了，能容许你怜悯。早知不应是爱，便自爱。有情人日日夜夜同分开，感慨避开一个。未悔恨我未会知，不散不爱，心未放开，宇宙律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。爱满分竟是换来，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，早知不应是爱，便自爱。日日夜夜同分开，感慨避开一个小小意外，未悔恨我未会知，不散不爱，心未放开，宇宙律才能提示真爱是确实存在。爱满分竟是换来，痛亦满分可否在一次以后一直爱。
哋识咗超过十年，终于第一次合唱啊！系啊，第一次合唱啊！我哋经常性系可以同佢都有合唱过咯，有合唱过啊！有。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！你除咗可以亲身到上环 D100 专门店之外，仲可以去银行入数，又或者透过柜员机过数都得，仲可以登入 D100 网站 D100.net 订购，想即时过数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啦！感激各位支持啊！有冇唔明白可以打俾我哋 D100 网台专线啊，电话22971825，22971825啊！